我们注意到有关报道，已向美方表达严重关切，并提出严正交涉，要求美方必须就此向中方作出澄清。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一些人违背一个中国的政治承诺，不断打台湾牌，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极其错误信号，给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如果美方继续顽固保守以台制华幻想，企图以切香肠方式实质性提升美台军事联系，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和回击。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任何仰人鼻息、挟洋自重、阻挠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图谋终将失败。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挫败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分裂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